多謝主席。本來我都不打算再跟黃國興議員糾纏他上個禮拜講的嘢，但因為他舊事重提，所以我準備了本來要駁斥他剛才已經本來咕聲吞返落肚沒有講的那些，主席希望你給35分鐘我拿出來講返他先得。第一，黃國興議員呢是成日都是混淆視聽的，他當日起身發言的時候進入了全體委員會階段是不足兩個半小時當其時，但黃國興議員當其時說什麼？他說議員已經發言了差不多超過了三個鐘了。什麼叫差不多超過了三個鐘呢？這些就是混淆視聽，我只是只舉一例。另外一個就是要深入討論的，其實黃國興議員提出很好的他這個觀察，他說呢立法會議員要向政府的財務或者政府的政策去表達意見，表達不滿是有 ABCDEFGHIJ 十個渠道以上。跟住他就話我哋點解要喺呢一個渠道嗰度去表達意見。首先我想話俾黃議員聽嘅就係十個渠道議員係應該盡量去利用，你鍾意用 A， 我鍾意用 J， 係各不相干。第二就要評返一個事理，各位議員你們都有善用到不同的渠道，例如在特別財委會那裡提出問題叫政府答覆。林鄭月娥司長在4月17號還是16號我都不記得了，16號的時候回應的時候，她是暗示說我們議員問得太多問題，是令到官員疲於奔命，不能夠去進行他們日常的運作。他說到差一句就是未來要檢視這個制度，不讓議員提出這麼多的問題。黃國興議員，我都知道你是其中一個提出了很多問題的人，但是政府對我們的問題答回來是不是答到呢？不是說問了多少，主席說了多少就是收效多少，發了言就是得到成果的，就是 ABCDEFGHIJ 十個渠道，我們都是老鼠拉龜沒掟埋手，問一樣東西而已都問不到回來。我再舉例，有20節的特別委員會答問大會，黃國興議員出席了，我都出席了，四分鐘連問連答的時段，議員問完問題問了三題四題，政府拿條最簡單的條一題出來，都不是答你遊你花園，其他三題是答不到的。我舉實例，陳志全議員你在這個辯論裡面第四次發言，請你盡量避免講跟我們這個議題沒有直接關係的。主席我知道，因為剛才黃國興議員去重提這件事，我亦都本來預備了講，我只是想用三五分鐘去解釋清楚，你沒理由給黃國興議員剛才再舊事重提，亦都沒有跟辯論沒關跟財政預算沒關，你給他講，即是你給我講埋好啲，費事我點人數，我就講多兩分鐘就不講了，這個題就回到正題了。20節這個特別委員會財政財務委員會的辯論的答問，民心講建制派議員政府答不答到我們的問題呢？迴避問題，答非所問。但是你們就很有趣的，你問了他答了，就不理答了什麼就滿意的了，就有些統計數字了，即是司長就拿出來說答了多少題，開了多少節，答了多少個問題。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心最深刻的就是行政會議成員出席率這樣而已，書面問口頭問，問完行政會議成員出席率在會議紀錄有紀錄，但是並無統計數字，什麼政府？我們應該慚愧，為什麼我們有 ABCDEFGHIJ 十個渠道，一條這麼簡單的問題都問不到，不過是死死地氣，最後他要自爆，但他都不在我們的架構機制裡面很直接很坦白很坦誠地去向議員回應。我相信所有政府官員所有由高至低都要好好反省這件事，還說明年可能會 cut 或者限制議員提出的特別委員會的書面提問。黃國興議員，你又覺得這個政府做得對不對呢？你又覺得你是不是已經善盡了你所有的工具所有的渠道去得到滿意的答案，向到你的選民交代呢？我們就是覺得那些這麼多的渠道，事務委員會好，特別財務委員會好，
都問不到，都給不到壓力政府，我們才這麼辛苦用這個全體委員會的階段去表達，去警醒政府，甚至向政府施以最強的壓力。好，我講完，我回到我的正題。接着我的發言是要講總目163選舉事務處。剛才梁國雄議員和陳偉業議員都是提出過這個觀察。我想跟大家說，在今年我是特別去研究選舉事務處的開支的模式。我也呼籲同事在接下來的時間要花多些心機在選舉事務處這個總目上面。我們不能夠只看一年的開支的預算，因為進入政改周期，大家知道2015年是區議會選舉，16立法會選舉，17就是行政長官選舉。在政改諮詢的時候，我聽到一些意見，在很多場諮詢會裡面有人說要限制特首的候選人數目，不可以有兩輪投票。他們的理由是什麼呢？就是說浪費錢，浪費錢。選舉當然是浪費錢的，委任是最省錢的。所以呢，我在很多個渠道，包括政制事務委員會，包括特別財委會，其實都想向政府去交代，計分條數給市民聽，即是政府是有責任告訴市民知什麼叫浪費錢，什麼叫應使則使。即是很簡單，三個候選人和四個候選人究竟個選舉開支對於政府你嗰盤數啊，係會多咗幾多呢？心裏面有依呢條數，我哋先至能夠話我哋不設候選人上限啊，即係譬如公民提名咁樣，可能出現十個啊候選人，係咪就係會嘥政府錢、嘥市民錢呢？一日呢條數睇唔到嘅時候呢，我覺得都唔能夠用嘥錢去做呢個理據。而政府如果啊，你係同意覺得三個候選人以上是浪費錢的，你就要交一盤很清楚的數，或者一個財政預測。如果通過一個什麼政改方案，如果不限制候選人的數目，是會去到，因為有些人底環節工作幫全民提名，是幾百個候選人，那當然是不會啦。這裡我不想在這一節檢視選舉事務處的財政開支的時候去辯論這件事，但是我覺得政府是有責任去將這條，我其實同了劉江華副局長即是講過㗎啦，即係你要計條數俾市民知道。當然如果通過唔到個政改最慳錢啦，係因為選舉提名委選舉委員會用返舊制咁1200人，咁又唔使做大規模宣傳啫。如果真係直選就梗係嘥錢㗎啦。但係政府陳議員，你講緊嘅2017年嘅選舉咪同呢個預算案有關？我呢個引言嚟嘅啫，即係叫大家要留意選舉事務處嗰個開支問題。好，我翻針對翻咧，而家呢個年度嘅工作，不過講多兩句就係、是、政制原地踏步，同一個政制有大改變咧，嗰個錢係爭好遠好遠好遠。呢、這個咧選舉事務處係應該心中有一條數啊，有一個預算，亦都要俾市民知道嘅。選舉事務處喺2014至2015年內將會繼續進行呢個選民登記運動。包括是更新登記冊裏面的選民資料，以及推行相關的宣傳措施，鼓勵合資格人士登記成為選民。那順便宣傳了，這個年度的登記是5月16號截止，即是大家要趕快登記了。我留意到呢，已登記的新選民數目的指標呢，是比去年有所增加的。由2013年的58,839位新登記選民，上升到呢是2014年的71,200位新登記選民。雖然呢比2012年因為2012年是選舉年啦，那個數字呢是187,062位新登記的選民是有所下降，但是如果以同樣是非選舉年來比較呢，目標登記新選民的數目呢是增加了約10,000人左右。其實選舉事務處呢這麼多年來用錢去做這些新的選民登記運動呢，
是非常之行貨，如果用即係我嘅詞語就係每年咧都係即係拍條宣傳片，整個 kick off event， 即係一個啟動禮啊，跟住咧就請啲人喺啲街邊天橋啊、地鐵站出口就做啲選民登記工作，但咧係完全咧係冇新思維，亦都可能係冇壓力啦，因為冇一個指標性嘅壓力。即是說要你在這個年度裏面要增加多少個啊，而年年都是差不多因應回你的能力，因應回過去呢就定回一個差不多的指標，那個感覺就是你好像很容易達標這樣。其實我也提出過的，即如果要慳錢呢，最好就是廢除了這個選民登記制度，是自動成為選民。當然這個有很多政策上的討論啦，即是說因為我們是分區直選，即是區議會選舉就要分區知區住邊，那不能夠自動成為。那啊，但是如果是全香港直選特首的話呢，其實可因為呢你住邊個區呢是不關鍵不影響呢，是可以呢希望政府考慮是直接一到18歲是自動成為選民。啊，那就可以慳返呢這個選民登記那個行政的費用。當然政府是會憂慮的，因為如果全港市民直接成為選民呢，到時的投票率就會低了，因為個底數個基數大了，出來投票人數都沒有變，個投票率低，那出來那個行政長官的認受性呢又會更低。那我這個我溫馨提示啦，如果真的接納這個意見，來節省財政開支，即是自動成為選民的話呢，千祈不要加入那個叫強制投票。如果要過強制投票，當然我們立法會也沒那麼容易，即是經過即是你爛產爛停，那強制投票都逼我們一定要出去投票。如果是這樣，你就要整多個以上皆非的項目，不在這裡討論這些這麼仔細的政策問題。反而我更想了解是有關更新選民記錄數目的指標，由2013年的120,307宗更新下跌到你預算2014年的更新呢是115,100。咁點解呢個數字會下跌呢？係咪你預計咗香港人未來呢一年搬屋係搬少啲，所以嗰個更新嘅數字會係跌咗呢？嗱，雖然數字比例呢係比2012年選舉年嘅311,569宗的更新呢下跌了只是三分之一，可能政府覺得尚算合理，但是如果同樣是以非選舉年作比較呢，目標選民記錄更新的數目呢都是下跌了的，這個是不是值得質疑呢？即是政府說投放資源去預防中票、打擊中票，鼓勵選民是盡快更新他那個選民資料，甚至是跟譬如政府的水費單去給他。那為什麼預計那個更新數字的指標還會是低了呢？這點是令到我非常之憂慮，是不是政府講一套做一套，而不定一個高一點的指標呢？還是你預計到香港人不搬屋沒有變化，所以不需要去更新他那個選民登記資料呢？我亦都留意到2014至15年度的撥款是較2013至14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了是 1.859 億元。主要是由於呢是要籌備2015年區議會一般選舉所需的款項有所增加。而2014至15年度呢會開設75個職位，編制由前年的160個和去年的139個職位呢是增加到2014-15年度的214個，以執行和選舉有關的工作的。有關的編制增長是歷年最多，比起2011和2012年的兩個選舉年的人員編制數量呢，分別是184個和186個，都是多的。可見呢2014至15年度的選舉事務處的編制數目呢是更加即是
人強馬壯，咁我可能即係呢個都係我頭先講嘅踏入政改周期，2015、16、17，選舉事務處咧係作出咧有關嘅準備啦。而有關選舉開支總數亦都因為編制增長咧而同樣增加，由2013年。